让我们去看一下，在一个手机配件批发专家的公司里面，员工都用的一些什么样的手机壳呢？这是什么手机壳？这是普通的，一个小猫咪的造型。招财猫。招财猫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招财猫做你的手机壳呢？招财进宝。招财进宝。事业高升。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哈。对。可以采访你一下，请问你用的什么手机壳吗？哦，你的苹果。这是一个什么手机壳？这是一个镀金的，镀银的。镀银的。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就是可以照镜子。哦，它可以照镜子。哦。你好突然啊！就是要这么突然。你喜欢这个手机壳吗？还行，可以照镜子。还行，平时喜欢照镜子。这个功能把它练起来啊，非常好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好同学，可以看一下你现在在用的什么手机壳吗？手机壳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颜色的呢？大方啊。大方，比较大气啊，比较简洁啊。 OK， 好的，谢谢。你好这位同学，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手机壳呢？这个。这个是一个什么图案呢？牛油果，夏日风，绿色的。哦，跟你的衣服今天很配哈。是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绿色的呢？绿色的话比较符合夏天的气息吧，我觉得。嗯。就看起来就很舒服。啊。你好，同学，可以看一下你用的手机壳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哇，这是什么手机啊？这是苹果13。哦，那你的这个壳上写的是什么？写的是美女的事你少管。做自己就好。你好同学，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手机壳呢？可以啊。哦，是一个透明的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它就是可以当支架使用，然后拿着的时候也比较方便，像这样。哦，像这样按下去，它就比较比较隐形。对，然后拿开它就会变成一个支架。哇，非常酷炫啊！请问你们两个用的是什么手机壳呢？我们公司的。我用的。哦，你用的是公司的。啊。那你用的呢？嗯，就是。是一个。是一个粉绿色的哈。哎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这个颜色的呢？我觉得它很有活力啊。很有活力。那你为什么选择公司那个手机壳呢？很好看啊。很好看。对，而且拿着呢还是很有归属感的。啊，突出我们的企业价值观哈。是的，是的。